天天跟我做，每天一分钟，飞碟一分钟，每周一至周五更新。我有个二货表弟，跑步总是背着氧气罐，说是在做有氧运动。哎，这傻孩子，今儿哥就普及一下啥是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。有氧运动，身体在充分供氧的情况下进行体育锻炼，比如游泳、骑车、慢跑，强度低，有节奏，持续时间较长。是不是有氧运动得看心率，也就是心脏在一定时间内跳动的次数。运动时心率保持在154每分钟左右，血液供氧充足，能帮助燃烧体内糖分，消耗脂肪。如果想要减肥，那有氧运动最适合不过了。无氧运动，在肌肉缺氧状态下运动，比如举重、短跑、俯卧撑，它们强度大，需要爆发力。无氧运动会在体内产生乳酸，容易导致肌肉酸痛，腿软站不住，同时呼吸也会更急促。高强度高负荷的肌肉训练能让肌肉线条感十足，适合想增肌塑形的小伙伴。福利时间到，哥出题考考你，健身是先做有氧还是无氧运动？把答案发送到飞碟说微信，将有10位答对的小伙伴获得飞碟说周边玩偶。获奖名单和正确答案会在7月25日公布。想要参与更多体育互动问答活动，请每周四晚8点收看五星体育频道的叶问@体育，扫码关注飞碟说微博微信，让头脑也运动起来。